看里面有没有。啊，没有啊。那是谁告诉的？他最喜欢特里加奥特曼。特里加，特里加在哪呢？哎，在这呢。出来吧，豆豆。啊，小小，你怎么一下就找到我啦？哎，真没意思。只怪你呀、啊，藏得太明显了点吧。哎，其他人找到没啊？还没呢，你要跟我一起找啊。好，走走。魔法棒一直指着奥特曼卡包方向，这里肯定有问题。我找找这个里面有没有。欧瓦卡赛文奥特曼，黑钻卡杰德奥特曼，黑钻卡赛罗奥特曼，黑钻卡泽塔奥特曼，叉阿卡艾克斯奥特曼。哎呀，不行，你这个里面没有多多和黑衣人喜欢的卡牌。那我继续看看。嗯，这个也没有。这个怎么也没有啊？以我对多多和黑衣人的了解，多多最喜欢这种便宜的一元包。哦，看看多多藏在里面没。好。喂、哎。啊，没在里面。没事。那黑衣人呢？最喜欢哪个啊？哦，黑钻卡泽塔奥特曼，黑钻卡阿古茹奥特曼，黑钻卡迪迦奥特曼，哦，黑钻卡欧布奥特曼，黑钻卡格力乔奥特曼。这你们都能藏到？哎，我以为我藏的已经够了。确实藏得好，还比我用了法术呢。那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找到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现在就只剩多多了，我们赶紧去找吧。好，赶紧找吧。好好。没想到多多你的忍耐力这么好啊，连迪迦签名卡都不要啦。那我们可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。多多到底藏哪儿啦？三张迪迦奥特曼签名卡能把他引出来吗？奥特曼王国，怪兽王国。豆豆，你们也被吸进了怪兽王国。格罗扎姆在哪儿呢？破特供超级之盾死联。哎，格罗扎姆找到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这是什么？格罗扎姆，是你抓的梦比优斯吗？啊，消失了！难道不是这样的？小小怎么办？你先让我想一下。有奥特曼卡片，把卡片放进了囚笼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什么？这些奥特曼不是差点被怪兽干掉的？所以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事不宜迟，第一个被困的梦比优斯奥特曼。
的、啊嗯、是赛文奥特曼收到国际小卡牌。哎，你不用去，这个事情交给我。赛文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哎，在这儿呢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赛文奥特曼，赶紧救救梦比优斯吧！生气好像呀，像吗？嗯，我觉得不像啊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先试试再说。哎，明明是我。
我放上去的，你们怎么不说我厉害啊？你跟小孩子有什么？来听下一个。再出情况，下次我不把你们变回来。这第三个也太明显了吧？这一看就是迪迦的神光棒呀！让我找一下。哎，找到了！我怎么就没想到？迪迦，那个神光棒是不是你的？哎，你就告诉我吧。求求你告诉我吧。好吧，迪迦，神光棒，神光棒，迪迦。对了，我怎么就没想到是黑暗迪迦呢？快找黑暗迪迦。黑暗迪迦，我刚好有这一张。终于答对三题了。黑暗迪迦这么黑，是不是晒太阳晒的呀？嘿，小家伙脾气还挺大。好了好了，给你四级。这怎么长得还像个叉子呀？这可真把我难住了。啊，你们都不知道，那我的作业岂不是完不成了？笨蛋，可以问问小朋友啊。对了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最后一个变身器是哪个奥特曼的吗？快告诉我们吧。什么？外面去奥特曼，这是赛文奥特曼，赛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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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让你们连奥特曼都不认识。这是哪里呀？不是吧？奥特曼风雪密室。什么是风雪密室啊？这哪里有风雪呀？风雪？这不来了吗？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可不想在下面冻死啊。我试试。魔仙小魔法暖流术，怎么还是这么冷啊？我的魔法在这不管用了，看来能解救我们的应该就是这个奥特曼了。这个应该是诺亚奥特曼。打开了，什么？怎么又来一个？不是要一直猜吧？估计是要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奥。对，那第二个奥特曼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哎呀，这个有点冷门呀。他在麦克斯和兹顿对战时出现过。是杰克奥特曼。又对了一个。这个奥特曼胸前有个叉。是哪个奥特曼呀？哎，我一下也想不起来了。这个最简单了。叉就是 X， 当然是艾克斯奥特曼啦！对了，哈哈，是我最喜欢的迪迦奥特曼。输了，你回答错了。怎么比刚刚还冷呀？我昨天带去的衣服，我快穿上。哎呀，不穿是吧？我一个人穿。暖和一点了，来，快看看刚刚那个迪迦怎么不对呀？这个奥特曼虽然很像迪迦，但是这个纹路明显是特里迦呀。啊，特里迦是哪里来的呀？怎么跟迪迦那么像啊？哎呀，别纠结了，快看下一个吧。这是个女性战士呀。她的袖子长长的，应该是卡路尼拉。啊，是下一个出来的。这个是谁呀？不认识啊。女的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迪迦。对，下一个是那个谁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不是那个哥哥什么来着？格雷特。对，下一个是那个杰克。不对，错了。机械奥特曼。对了。这个又是谁呀？杰德，杰德。对了。这个是谁呀？这个奥特曼是谁？最后一个了。不过，这个头上有个绿五角星的是谁呀？不知道，难道是贝利亚？不是，那是雷杰多。这个应该是迪迦吧？不是，赛罗。也不对，那是赛文。你们快想想是谁吧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要不要来一局啊？奖品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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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丰富哦！这奖品你太好了吧！我要第一了，我就说了，我要第一了。多多对小，就让大家来吧。好吧，我把第二奖给你。最后，谢谢小小，让我给你们打个黑暗扎吉。就差这么一点点。那我还有奖品吗？没打中就没有奖品。我就知道你不行。你行你上呀。我可是双枪女王，看我给你打一个。太好了，打中了一个奥特曼。老板，打中一个奥特曼有什么奖励呀？打中奥特曼呀不算，要打中怪兽才行。
奥特曼，这几个怪兽怎么可能打中啊？我是老板，我说了算。你们已经玩了两局了，200块钱，拿来。200块，这么贵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玩不起就别玩啊！你们谁玩不起呢？小小，放了。是我没有问清楚价格，这钱我来掏，还是我来吧，花钱买个教训。我来给，都别给。老板，还了一局，钱等会一起给。好，3块，1分都不能少。你们过来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我先想什么玩具。老板，我要开始了。我就不信你打得中。居然打中了啊！这是给你的奖励。我要继续了。推推推！啊，这么准！小小，你好厉害呀！怎么样，老板？该有的奖品。这个一次已经4颗。哎，那拿走。老板，我继续了。你还要继续？当然了，不过你这个枪不太过瘾。变。亚特林，哎，不要 2 hours later， 哎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怪兽卡一个都没剩啊！牛啊！黑人，我打中了全部的怪兽，能得多少奖品呀？当然能拿走全部的奖品。还继续玩吗？不玩了。还好套中了一个卡包，不然我们肯定就亏大发了。是有点厉害，我们快看看里面有没有稀有卡吧。谁？小小加油啊！耶！
黑钻牌呀、啊！哎呀，小姑娘，你真是要我买一件呐、啊！我看看里面有没有仙品卡。喂。Come on.
んだこれ。おお、だか。無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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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だ。あ、高くない。あいがすごいです。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。